你想台湾跟大陆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台湾他们，我觉得台湾人其实自己也知道怎么改变，然后自己，台湾自己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只是大家都知道，包括国民党那些白痴，他们可能也知道，只是，没有到那个极端到，因为台湾人会一直忍受嘛，没有到极端到可能会有太阳花学运那样的时候，就像是那时候福茂，然后他们国民党真的太夸张了，所以就有了太阳花学运，就是要等到某个时候台湾人就会出来反抗，可是中国人他们彼此都不相信彼此啊，所以他们几乎不会有出来反抗的一天。香港人也跟台湾人比较一样，就是他们现在很可怜，因为中国就在他们旁边，然后又要面临反送中，然后反送中到一半，然后有武汉肺炎。哦、oh, ，OK， 武汉，所以我们说武汉了。OK， 好 ，OK， 需要说武汉。OK， 武汉病毒。哎，所以我说不要告诉人我讲话了。There we are, yeah. Okay, all right. Okay, all right. Here we got that.